走在肩膀上，我又看到那哈里斯，哇哇笑我，哎，那个浪笑我，浪笑我啊，浪笑我，你当副总统呢是个摆设啊，是个摆设，你随便怎么笑都没问题啊，也不用承担什么责任啊。但是呢，你现在要走到台前去，你不能光叫啊，你光靠着笑能够解决问题的话，那就大家就都培开一个专门的，关于笑的学校里面去学校就行了哦。现在问题是面临着很多实质性的问题要解决啊，而且面对着很多的公众啊，很多的人物啊，很多的选民呐、啊，曾经投票给民主党的，这个都是就像人家买了股票投资下去啥也没见到，反而把个手给咬了。所以说现在，后面就是兴起一股。声讨，民主党的，浪潮啊，是曾经投票给民主党的人呐、啊，声讨民主党的一个浪潮啊，然后就风起云涌啊，最后就是大家挥泪呀、啊，挥泪呀、啊，挥泪把民主党给埋葬了啊，好，就这样，哎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